霍建华任爱后为林心如做下重大决定，所有知情人士都快爆炸了，林心如的身体竟然已经。霍建华任爱后为林心如做下重大决定，所有知情人士都快爆炸了，林心如的身体竟然已经。40岁林心如昨天任爱霍建华，520双方大放闪。回顾她过往恋情，共有五大绯闻男友。分别是林志颖、唐季礼、苏有朋、侯佩岑、老公黄渤俊，还有霍建华。最新一期绯闻男友则是江祖平男友杨钰然，感情蜘蛛网非常大片。林心如与林志颖的绯闻破局疑是因他与苏有朋来电，导致林志颖吃醋。至于唐季礼，两人恋情谈了6年，一度论及婚嫁，但传出唐季礼另结新欢，林心如心碎至极，恋情再度告吹。此外，林心如还曾与苏有朋传绯闻，当时两人因拍《还珠格格》而来电，但两人一直坚称是朋友。苏有朋还曾说到了45岁若两人没对象，前岁把婚结一结，但也仅止于说嘴阶段，从未完真的。36岁的霍建华，2006年与林心如是拍地下铁，两人从此搭上，成了万年绯闻，甚至一度传出蜜恋4年。不过今林心如经纪人强调，霍建华是在今年1月林心如生日后展开追求。苏有朋因拍摄《还珠格格》和林心如成为至亲好友，两人多年来以超级好朋友互称，并有过40岁约定，意指如果两人都40岁且男未婚女未嫁前岁在一起。没想到在林心如满40岁之后，就传出和霍建华从好友升华成恋人，和苏有朋的40岁之约形同破局。不过苏有朋之前也曾说过，与林心如间的感情已经像是家人，对于40岁的约定我不太积极，而女方也表示两人交情早就超过男女了。如今霍建华高调认爱，而苏有朋520当天都在忙开会，喜讯公开6小时后，霍建华跟林心如大方认爱。被知情人士踢爆其实有内情，霍建华和林心如特地选在520谐音我爱你的这天大方在微博上公开恋情。而有媒体接获爆料知情人士的爆料，指出如今已40岁的黄金剩女林心如恋上36岁的霍建华，而两人蜜恋这么久会公布全是因为林心如有了。有媒体报道，根据知情人士爆料指出，40岁的林心如之所以会恋上36岁的霍建华，而这对姐弟恋传了4年，却都仅仅不透口风，但如今竟选在520大方公开认爱，全都是因为林心如怀了小建华。虽然当时林心如受访时有表示过，两人还不急着结婚生子，宁缺毋滥，但是对于年纪愈来愈接近高龄产妇，她也斩钉截铁地说不一定要生。如今被曝有了，我们就静观其变，等待住真相揭晓吧。请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看这个消息，是不是还有住更大的好消息，就让我们一起翘首期盼吧。
媒体报道，霍建华和林心如昨甜蜜公开恋情。在中国深耕11年的霍建华原本在上海定居，据悉为了习惯住台北的林心如，他下了重大决定，就是要为他返台定居。林心如昨天嘶嘶笑说，他在物色房子了。有人透露，霍建华曾对林心如表示不再交圈内女友，不料后来竟是为她破了誓言，让大家直呼命运很奇妙。霍母早相中田子儿，霍建华和林心如这对新科恋人，除让粉丝一片叫好外，相识十年的两人也因和彼此父母熟识，突然来电似乎也不需经过父母同意。除了林心如仅透过经纪人好友通知林爸爸，之前霍建华也曾自白，妈妈属亦有林家女孩味道的林心如早想撮合两人，而霍建华也常参加林心如的家庭聚会，林爸爸生日宴时就曾带住他到处敬酒，林家长辈都赞许他是有礼貌懂事的好孩子。个性慢热有共通点，身边好友则透露，林心如和霍建华其实有些共通点，都因出道的早，对寻常生活琐事处理跟白痴没两样，个性也都较慢热。两人十年前拍地下铁时，拍了一个月后，杀青前三天才开始在镜头外私下互动。那时有新闻传出林心如对外爆料霍建华大头症，直率的林心如在聚餐上挑明了说我没讲这些话，原本有心结的两人反而不打不相识，开始一点一滴建立友情，如今更升级为恋人。